各位家长好，我们是355Code台湾，我们用英语教学。我们的老师毕业于 Columbia University 国立台湾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。上课时间为周六与周日，在台北车站附近台北市中正区绍兴北街三号二楼。在355Code，你可以从零基础开始学程式，和顶尖大学的大学生一起学习程式语言。透过一对二的网络课程，小班教学，互动更加有效。每堂课800元台币。在科技快速发展的现代，每个人都在追求大数据、人工智慧的使用。学习程式也逐渐成为许多人考虑的事情。我们主要教授 JavaScript、Python、Java 等程式语言，并让学生利用完成有趣的专案来学会基本的程式逻辑与技巧。JavaScript 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程式语言，现在的网站、网站插件等等都使用 JavaScript 构建而成，也相对其他语言容易上手。老师会带领学生力撰写游戏以及网页。 Python 也是一种热门的语言，它的用途广泛，从机器学习、资料处理。 Python 语言相对直观，容易理解，同时又有强大的功能，是学习程式语言的好选择。 Java 同样为一种热门的语言，用途也是非常广泛，手机应用、网页应用、电脑应用程式、游戏等等都可以利用 Java 撰写，不需要重新编译，也因此是许多大公司内部开发程式时所使用的语言。有兴趣的家长或学生可以利用 LINE 询问相关细节与扫描 QR Code 阅读课程大纲。我们主要服务国小3年级到高3的学生，并且有提供2堂免费试听的优惠，之后每堂课程收费为800元台币，欢迎大家传讯息询问，了解课程。谢谢。